大红门地面上来新卖唱的了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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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有完没完啊？大清待不住了，来大红门啊！啊！哎哎，走！哎呀，别走！老头啊，我们牛爷楼上有请。对，走啊，走吧，走吧！哎，走吧！讲不讲理啊？走，这么讲理不讲理的，赶紧下去！走走走，我牛爷走吧，走吧，你走吧，走吧，少废话，赶紧下去！干什么？哎，好事走！我跟你说，老老实实的啊。把我们牛爷伺候好了，就是就是。二爷，这不是白宝珍吗？他怎么会在这儿啊？是啊，咱们找他们找了半天，没想到他们逃到这儿来了。看一样子，他们好像又遇到一劫。你先别吱声啊。哦。停停停停！哎呦喂，干嘛唱得这么凄凄惶惶的呀？跟我们来点高兴的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卖唱的，你遮着脸干什么呀？有这么挣钱的吗？就是啊，这不是糊弄我们吗？对啊，朱爷啊，你们这份钱我们不挣了还不成吗？啊？哎，不行，太过分了。爷今儿我高兴，你还就得挣这份钱。我们不唱了，走。哎呦，这卖唱的底气还不小呢。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呀？嘿嘿，老头儿，你们今儿个走也行，不过呢，得走阳门。什么叫阳门呢？阳门都不知道？哎，来来来，哎，瞧瞧，这就是阳门。哎，对了，对啊，咱牛爷还是地地道道的正阳门呢，想走就从这五道正阳门底下过去。哎，牛爷我还就是喜欢看小女子钻裤裆。哎，你钻的，钻的，你老是钻的。哎呀，要不要我帮你呀？看清楚了，牛怀跟这个坏枣。来哎哎哎哎，坐下坐下。我让你坐下，急什么？看看他们还有什么坏水往外鼓，等都挤出来，咱们再一招办他。别不好意思啊！哎，我这个人呐，就是贱骨头，喜欢小女子。他害臊，他害臊的。哎呀，这年头害臊的女子可不多见了。就是喜欢的羞不唧唧的含羞枣。哎呦，我说这藏着掖着的呢，这不是咱们大兴这个铜锣园唱曲的白如玉白姑娘吗？哎，坐下吧你。老泰山在上，请受小婿一拜。你这是干什么？老泰山呐，怀跟我虽然有三房妻妾，可是他们全都是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呀、啊。他们无论我怎么耕作，他们连个儿子的毛都没给他们养出来呀、啊。你看，我看白姑娘这模样，这身段，这坯子，就让他给我做四房姨太太。吧，日后他要是能给我生个胖小子出来，哎，我保证把他扶正喽。哎，他的腰上可是系上我牛府的钥匙串了。哎，对、啊，你这是强抢民女吗？嘿，老东西，磕头大礼你都受了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这也就是看在我和白姑娘大喜的份上啊，不然的话你信不信我早就把你扔到楼下了。我哼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天理当诛啊，莫非就没个王法？没有王法，有王法，爷我给你的王法不就完了吗？哎呦，我这
打得好，打得好，把他给我带回家，让他可着心的打。走。哎，老头，闪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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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奎，蓄水。牛爷，牛爷，牛爷，有人找麻烦！这谁活得不耐烦了啊？这位爷，不知尊姓大名，在下牛怀根，在这大红门地面上也是有名有姓的。今儿和弟兄们在这喝点小酒，与这位爷无冤无仇，还望这位爷让个道，行个方便。如若不然的话，如若不然，老夫喜欢这个如若不然。你接着说，如若不然，你又要怎么样呢？这位爷要是不给面子的话，那就休怪我牛某人不客气了。你到底是让还是不让呢？让可以，把那姑娘给我放下。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，哎呀，你也不打听打听你牛爷在大红门是什么人？我喜欢的东西，你个老东西也敢伸手要？朗朗大明乾坤，岂能让尔等败类欺男霸女、祸害乡里？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我说哪儿来的挡路的狗啊？对呀，今天你究竟想干什么呀？英雄救美呀！你个老帮贼，来呀，给我上！把这老帮贼给我削平了！哎，快上啊！给我揍他！想跑？我打你个老东西！我打你！我打你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爹妈给你的本钱不是让你乱用的。快没有用了，我疼！哎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哎呦！把这家伙都给我锁了！您悠着点啊！哎呦，啊，这是风清云的人吗？啊，你们眼睛长屁股上了是不是？连你的牛爷都不认识了？快把这个糟老头子和这个愣小子给我带回衙门去！告诉你吧，牛大爷，今天你可算碰到正经人了。今儿个兄弟几个奉公行事，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啊，麻烦您了。这，老板，你敢？这京城八大门都是我舅舅管着的呢！啊，这城里城外的衙门，谁敢不给他面子啊？你敢锁我？你，我让他剥了你的皮！我说你舅舅是谁呀、啊？说出来，哎，我吓死你！说嘛，看会不会把我给吓死喽？你给我听好了！京城九门提督葛坤，葛御史。哎呦！我还以为是个大尾巴狼呢，原来是葛御史小葛坤啊。那正好嘞，我今儿就代替你舅舅教训教训你这个混蛋。哎呦，哎呦这么疼啊，打死我了。二爷，白老板，姑娘，二爷，多亏您伸手搭救啊，要不然我们父女二人就死在这儿了。二爷，谢谢您救命之恩。快起来。我跟大奎正好也在找你们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、啊。刚才还好是有惊无险啊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好啊，这儿没你们什么事儿了，你们就先回去吧。好，谢谢二爷，谢谢二爷，爹。走。哎呦，
二爷？哎，他是哪家的二爷呀？哪家的二爷？说出来吓死你！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硕二爷，当今皇上的二大爷。啊！不不不不，怎么反正到他手里了？